猴哥上路又倒霉了。我跟你说，当一个上单打了好几把啊，每把都单杀对面，然后还输，这个人的心态可能就会转变，就会有可能就会有点伤心了。说实话，伤心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遭受这种痛苦，这么累，连续八把进地局，心累，哎，太难过了，真难受了，打的我的。千万别这样了，这把给我好好玩吧，求你们了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就能及时看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我操！那两个补着，我估计有400块钱了，可以买把长剑了。哎呦，九刀可太 Q 了，他比我补刀还少呢，他3刀啊！刚才这变相的，咱就不亏，你知道吧？他没补着刀，我没补着刀，相当于我没亏刀。牛逼呀、啊！安心不？超安心，可以。就没把，就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就很安心，就不可能有一把咱是劣势的，就撑死也就是个军事跟头。完了，上马了。上不上马的他能咋的，上马了还能打得过，上马也打不过我，他已经没法玩了，他必须上线就被我杀，他只要敢上线他就得死。你咋的呀？死！你咋的呀？哎，胖子上去了，猴哥随便来，你牛的，你狂妄什么玩意儿了？你跟我狂妄，你给我立正站好。有没有屎可以吃一口？Delicious。他们就开始搞下路了呗，就是。这怎么是岩雀 AD 呀？哎。我有炮，我有炮。嗯。Nice。封个助攻啊！以为他旁边有人，也没人呢。猴哥能下来吗你？不要了，我去不了。我把他上路塔皮给他吃没？我这不无敌呀、啊、我。我天哪！我3300100刀加4层塔皮，我就是无敌。哟，你也无敌了？我2炮一个，现在就很嚣张。我你妈了！拜拜，兄弟，这波3打2，2打3能打不？能打能打，有我在，随便打随便打，猴哥来，方老师，我到了，方老师，我有大我有大，等一下，点个视野有没有？别怕别怕，先杀人先杀人，不打龙不打龙，方老师还有大，找死，就这个我刚才新宰的，怎么说？算了，一下就没死，我天哪，命真大呀！他有个盾，不是我提亚马特，我寻思别让他反应过来，我一他在沙漏了，我这不合适。
他一炮，哎，猴哥护驾，猴哥来了，正在赶，死，后边后边后边啊，后边克烈 ，nice。岩雀让人抓了，岩雀，岩雀，岩雀，右边岩雀兄弟，岩雀，先别急，先把他杀了。能打了，可以踢，能打吗？能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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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打。这个莫干辣呀，天哪，烦死了这。他没大啊，砸死。他没大，他没大。差一点拉，哇扎漂亮兄弟。好死。人人。他们克烈肯定会冲我的，猴哥你要注意啊，这个、嗯、我不能死，我看着呢，没事，他妈老死，护驾，护护护护住护住，猴哥要不先退一下你，你什么玩意儿了？我这怎么可辣，我操，是专门抠，我是他妈吸铁石啊，无限抠，给我一顿抠，我操，这嘴顶的是我的，哎，要不是这么可辣，这女枪死一百遍，死一百遍，真的太恶心人了，他只抠我，他不抠别人是吧，猴哥，猴哥，这边，这边，没事，他切不死你，你放心。五四三二一，三秒开炮！给我轰死他！这个莫干辣，我操，给他来！打吧，打打打打打，就一个豹女了。我打个沙漏。哇，我下路没闪现了，克烈没闪现了也。哎，没事，有我呢。哎，怎么为什么去杀人啊？这个，我们两个打。我们两个。哎，你别死了，你走远点，你走远点，走远点，走远点。我操！快过来，小子！快过来！啊！这两个。把那包女帮我杀了就能无敌，护驾，再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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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护驾护驾护驾，点燃了兄弟，那没办法了，这就你小心点，你可能打不过的，护驾护驾，来死来死来死，漂亮，一波一波过不了。OK， 那我们去下，我们去推下好像。哎，部队，我把克烈杀了。来，把克烈抓了吧。岩雀开大过来的，哎呀，我他没事，他被包了已经。这怎么的？退下，退下，猴哥，退下，退下，不急。我这没死，这是闹剧。哇哇！我这个 Q 这胖女。猝不及防，好大翻身！等会儿，先拆塔呀！先拆塔呀，兄弟，给我 A 一下塔，好，是 ，nice， 怎么说？奥斯他，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让我杀个暴君！杀剑一 ，W Q， 太难了。
赢了，我操！感动中国，兄弟们！感动中国，我流泪了。哇，26点，可以。你加多少？你26点，我撑死17，是吧？我加了26。这游戏做的不行。你看你搁楼上的时候吧，谁电话？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！一会儿，当我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哎，就会从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人，然后就铃铃铃铃铃，然后我们就躲到这个柜子之中。哎，你看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吃狗饭。就这小套路，说句实话，哼，啊，没什么用。我一开门就会有一个东西，哎，出来了，出来，然后呢，我就钻柜子里去，就差不多了。进来吧，孩子。别给我整事儿啊！有话咱可以在这儿说。6点半买菜，8点回家煮饭，9点准备宵夜。吃宵夜啊，8点吃饭啊，8点吃饭已经很晚了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，为啥呀？哎呦我操，我好像看着他了。不对，有那咯咯咯咯咯咯声了，那就说明他就搁我旁边。搁哪呢？咋没了呢？先进厕所啊。观察一下，阳台去呢，挺好的吗？别漏啊！别漏！鬼咋还有说话呢？
没说话呢。阿乐，阿乐，不要玩了，我知道是你，快开门吧。你拉倒吧，你没把我给吃了，你都吃我两回了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开门啊！开个屁门，开不开？开门。里边没动静了，进去看一看。开！佳慧，你怎么样了？醒醒啊！趁热呀！哎！现在他终于解脱了。放心吧，你朋友已经没事了，很快就会醒来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明白。之后，我和佳慧就离开了城寨，再也没有回去。也因为这件事，我们变成了情侣。就完事了就。不过佳慧由于惊吓过度，有时候行为有点古怪。在老板的协调下，我们调离了外景组，一直在办公室工作。就这样。过了三个月，直到四天之前，我收到了佳慧一则奇怪的信息以后，就再也联络不上她了。这几天下班，我都会一个人留在办公室，希望可以找到有用的线索。你害怕吗？这么晚不睡觉，香港有这条？什么？没听说有香港有这个地方？你怎么还没到？还不接电话？佳慧在家吗？去咖买罐咖啡，整理一下思绪。好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存了一手档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。